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一台机器是免费的 Mandy Machine 哦，然后它是连接他们特殊自己制作的一个 APP， 然后连接手机，然后你跟这台机器的 QR Code 配对成功了之后，你就可以 redeem 你里面的 point， 然后用你里面的 point 就可以换一个免费的东西。但里面其实东西很多，像啤酒、饼干都有可以选择。对，然后他刚开始你加入会员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一些 point 可以用，像是啤酒啊什么都可以。可是啤酒它需要你先注册的时候，你要注册你的 ID， 所以它会需要扫你的 ID 上面。那你如果担心你的 ID 被盗啊还是什么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就是不要买这种18岁以上的东西了，你就可以买一些就是零食啊、饼干这样子。有没有？然后这个现在是它的一个操作的过程，你有看看这样。72个小时了。哦，他现在要七十，肉饼要72个小时审核，那就不能拿 cosplay 了。验成功，然后接下来要选择样品，免费的就它上面的商品，就随便选择一个，然后扫完 QR code， 它就会把东西调出来了。然后这边扫 QR code， 选择商品扫你的 QR code， 然后这边东西就会掉出来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拿到一个免费的面包甜点零食了。它其实操作很简单，然后这个是免费的哦。那我们再试一次，这也是 OK， 然后这也是免费的。OK， 所以你有几只手机、几个 account 就可以拿多少次。然后这边这台机器，免费的机器介绍给大家。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手机的界面，它连接很多 shopping mall， 很多都有这种 machine， 然后它每个 machine 的机器号码都不一样。然后你刚加入的时候就有一个 token 一个点数，那你可以用一个 token 去换免费的东西。那我今天在 Vivo City， 它的选项是这样子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